每个女孩的心中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女神，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成为女神的样子。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波盛世美颜，十二星座专属手绘女神。天秤座是太阳女神，水瓶座从小美到大，白羊座总会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事情，让自己变得忙碌起来，像一只永不停歇的小蜜蜂。专属白羊座的手绘女神明星是五官精致立体的迪丽热巴。金牛座看人的眼光一向是非常准的，基本上和对方聊两句就可以对这个人做出简单的解读，而且准得可怕。专属金牛座手绘女神明星是气质迷人的刘诗诗。双子座聪明伶，但是有时候也会有些神经质，内心总是闪耀着美好、欢乐、幸福、爱情和理想的火花。专属双子座的手绘女神明星是情商极高的大秘密。巨蟹座的你柔情似水，自身散发出魅力，对性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专属巨蟹座的手绘女神明星是非常努力认真的赵小刀、赵丽颖。狮子座就像是风一样，永远的飘忽必定，但是一旦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感情时，狮子就会慢慢的安稳下来。专属狮子座手绘女神明星是唐嫣。处女座相对来说比较喜欢外表干干净净的男生，要想吸引处女座的眼球就一定要讲卫生，即使没有迷人的外貌，那也要会化妆也行。专属处女座手绘女神明星是人称七哥的戚薇。天秤座是个十分正直的人，他们打自内心就很讨厌那些自私自利的人，也是极力反感不公平的事情。专属天秤座的手绘女神明星是永远都会带给别人快乐的太阳女神谢娜。射手座对人生充满了理想，正直坦率，善待友人，行动力强，而且还经得起打击。专属射手座手绘女神明星的范冰冰。摩羯座对自己喜欢的人痴心，但却不纠缠，爱的深沉却不轻易表露，富于幻想却懂得他是享受生活。专属摩羯座手绘女神明星是酷酷的李宇春。水瓶座在生活上追求独一无二的态度是别的星座学不来的，毕竟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勇气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而不在意他人的眼光。专属水瓶座的手绘女神明星是从小美到大的刘亦菲。天蝎座拥有坚强但又懦弱的双重性格，在想要依赖的人面前充当一位爱慕者，